10月31日晚，华裔千金王文也在个人社交平台分享了一组 cos 美人鱼的照片，还写道：“万圣节快乐！”真是没想到，王文也此次竟然扮起了美人鱼过万圣节，确实是满满的意外。照片中，王文也戴着皇冠、珍珠项链以及手链，身穿抹胸款美人鱼服装，坐在沙发上，露出性感 pose， 唇眸微笑，又美又甜。不得不说，长相娃娃脸的王文也偶尔火辣一下，还是超级养眼的哦。不知道是不是很少穿成这样，王文也对镜甜笑的时候还显得有些娇羞。可可爱爱的样子是甜美美人鱼公主没错了。随后王文也闺蜜分享了一张众人 cos 美人鱼的大合照，站在 C 位的王文也还一改之前的娇羞，摆出性感 pose， 秀出长腿好身材。